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相信很多观众都在等谭松韵和林更新主演的《请叫我总监吧》，这部剧终于要在4月26日在优酷迎来首播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部剧并没有走大撒工业糖精的俗套路线，男女主从最初的男强女弱到最终的势均力敌，在相爱相杀中让观众嗑满甜甜的糖。讲述了柠檬一心想要成为一名投资总监，却不被自己的上司陆继明看好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柠檬于是选择离开，重新到其他公司求职。在历经重重选拔后，柠檬进入了英石投资。陆继明虽然对柠檬并不认可，却也在默默关注着柠檬。每当重要关头，陆继明都会对其加以提点。陆继明独特的投资理念让柠檬受益匪浅，而柠檬不服输的韧劲也改变了陆继明的处事态度。柠檬最终蜕变成为了独当一面的金牌投资总监，并也收获了与陆继明的甜美爱情。请叫我总监将于4月26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